兄弟们，老铁们，今天户外整一口啊，吃点俄罗斯的沙拉，再配上俄罗斯的飞鱼。拜拜，我的个，哪里外去？哇塞，刚搁泉水里提取过来，特别是滑。兄弟，为了你的健康，半夜喝的。吃点这鱼罐头。故事呢？不练呀，故事呢？随便。